3月15号李建勋要来喽，这次李建勋不会再害羞逃跑了，真的会在3月15号来的。李建勋的抽奖应该方式跟红小豆一样，但是李建勋是没有动作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动画吧。Hello Hello， 李建勋来耶！我最特别，真笑我你就能快乐重叠，忘掉难过的一切，我们拥抱。我叫李建勋，听说我是珍珠。最后感谢 TikTok 50K 关注以及 YouTube 20000订阅，感觉离感谢 40K 才没多久，现在马上来了感谢 50K，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于是这一次呆瓜又来抽奖了，这次的奖品比较特别，是送账号以及蛋币，总共四个奖项，需要先追踪我的 TikTok， 再来到我的 YouTube 订阅我，才能参加抽奖哟。需要做到以上两件事情，首先是最大的奖项，是一只有天使偷偷浅浅的简号，也有天使的动作。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奖项是送红小豆跟李建勋，因为没办法直接赠送，所以会改成送2400蛋币，因为他们保底是240个闪耀币左右，会使用官方 ID 储值正规管道，都是需要在 YT 留言才能参与抽奖哟。另外在 TikTok 这部影片下面留言，也会抽出一个赠送300蛋币，当然也可以两个都参加，还请各位瓜子们多多参与活动哟。3月17会在 TikTok 直播抽奖，得奖人会发布在我的 DC 中奖专区，记得来看你有没有中奖呀。得奖者需要在7天内联络我们哟。想继续看更多有关蛋仔的搞笑片段、逗趣实战画面，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蛋仔的第一消息、参加任何抽奖活动，记得关注我哟，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时候会办抽奖哟。